我是来旅游的。来旅游啊？路过你们村。哦，这样子还旅游啊？对呀。那你要不需不需要我们这些给你当导游 就是需要。哎呀，导游就不用了，哥姐们。导游就不用了，小月，就是。哎，你刚刚一个人来的啊？一个人来旅游哦。对呀，我是一个人来的。哦，那吃饭没有？饭还真的没有吃哎。还没有吃啊？啊，刚刚就是刚刚到你们这里，我就给你打了个电话。嗯，那这样子嘛，你去家里吃个饭嘛。啊、哎呀，我们4年都没见了，你这些年过得还好吗，小月？我也就是那样子嘛，马马虎虎嘛，你呢？马马虎虎啊。对呀、啊。我过得也还行吧。看得出来，但是，哎呀，你刚刚给你打电话的时候，怎么有个男的在跟你说话呀？男的？嗯。我一个朋友吗？你一个朋友？对呀、啊，我们分开这么久了，你问那么多干嘛？就是一个朋友。嗯，就是一个朋友是吧？对。哎呀，哥姐们，我该怎么问他问清楚啊，哥姐们啊？直接跟他说嘛，哥姐们。要不要直接跟他说呀？主播他有可能成家了啊！哎呦，你们别要乱打字啊，哥姐们。对对，那个小月啊，啊那个，哎呦，你我在这里等你好久了，你才过来。就是家里那个朋友嘛，就是他给刚来到我家嘛，我就跟他说了一下话嘛。哎，其实说真的，其实这些。哎，找到你真的不容易，哥，那个小月，不容易。那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啊？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？还有、哎，自从我们分开了之后啊，分开去回家去过年之后，嗯，然后呢，后来我就自己一个人回到广东那个厂里面去上班等你，嗯、上班了2-3个月，你也没有来。我，你知道吗？这些年我一直都在找你，一直在找我。对呀。哦，那我还不知道。对，后来呢，就是那个。后来就是我去那里找你，就是你那个联系方式怎么联系不上了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联系不上？嗯。那我待会儿跟你说嘛，你这一下子问我，我怎么跟你说啊？那就是，哎呀，那真的，那我找你就是前些天。那谁告诉你、啊？前些天就是那个5一的时候嘛，我不是碰到你那个闺蜜阿都啊。闺蜜啊？对呀、啊。以前我们对以前他跟你说的吗？啊，他跟你说我的地址啊？对对对，他就是哎呀，我跟他聊了嘛，然后把这些年找你的经历跟他说了，然后他也跟我说你在家里面的一些情况，然后就是他给我发的这个地址还有你的号码都是他给我的。哦，那就是意思是说他给你发的号码，他给你发的地址啊？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哦，这样子啊。啊，那说一大堆，那你。那他什么？那他有没有跟你说别的呀？哎呦，别的好像，哎呦，哥姐们，对，哎呀，要不要直接说啊，哥姐们？对，有点说，哎呀，现在太激动了，哥姐们太激动了，咱们手上点点赞赞好不好？手上有空的给主播点点赞赞啊！这个福袋马上开了，哥姐们，大家没参与的自己去参与一下啊！对对，没参与的自己去参与一下啊！就是小月，你知道他还跟我说什么了吗？他跟你说了什么？那他告诉你地址号码，他还跟你说了什么吗？他就是还说你来回家就是没多久嘛，就是呢，有了我们两个的小宝。他跟你这样子说的？对呀、啊，是不是啊？那你也不要相信他说的话呀。他说的话都是喜欢开玩笑的，你不知道，你还相信他说的话？不要相信他说的话呀！哎呦，哥姐们，对对，叫我不要相信阿都说的话。其实以前我们一起上过班，我知道，还说开玩笑的，别人是喜欢开玩笑，但是人家不可能拿这么大的事情来开玩笑啊，是不是，哥哥姐姐们？啊，是的，咱们打个是啊。哎呦，我不跟你们说这么多，我跟小月说一下，那个小月，哎，那个。阿都，我那个人嘛，我们也是知道他喜欢开玩笑，但是人家不可能拿这么大的事情来开玩笑吧，是不是啊？那他也跟你说了什么？就是啊，他还给我发了个照片呢。还给你发了照片？啊。那给我看一下呀，是什么样的照片啊？
就是你和小宝的照片呢，我给你找一下啊。那你给我找一下了吗？嗯，好的好的。哎呦，你还叫我4年多没见了，哥姐们，现在紧张的话都快说不出来了，你还叫我抱一下。哎呦，怎么？对对，先熟悉点嘛，是不是哥姐们？主播，我们也想看啊，你们想看啥呀？哦，等一下，我还没找到呢，哥姐们，我还没找到呢，你们怎么看呀？对对，哎呦，你怎么磨磨唧唧的、主播？这么久了还没找到啊？哎呀，现在就是不知道放哪里了，哥姐们。对对，有太激动了，哥姐们，太激动了。哎呦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哥姐们，找到了。对对，我还是先给我的小月看吧啊。那小月，你看一下是不是你和女儿穿的，你和小宝穿的民族服的照片？那我还真的是我和女儿穿的民族服拍的照。啊。是阿杜发给你的？对呀、啊，阿杜发给我的。嗯，那天我们俩穿的民族服这样拍照，他说给我们两个拍，本来是发给你的。对对，发给我的嘛。他就是什么都跟我说了，那么就是，那现在小宝在哪里呀、啊？那他什么事情都跟你说了，你什么事情都知道了。啊。那我就实话告诉你。我来家过后确实有小宝这件事情，那你1000多公里你开车到这里来呢，那你就去家里面看一下女儿，那你就回去嘛啊。哎呦，哥姐们，大家听到了没有啊？啊，听到了吗？叫我去看一下小宝就叫我回去啊，哥姐们。对对对，主播，人家有可能成家了啊，真的成家了吗，哥姐们？哎呦，福袋马上开了，哥姐们，你们手上有空的给主播点点赞赞啊，赞赞不能少，哥姐们。哎呦，不知道他有没有成家，哥姐们，主播您不要太激动了，好好的问他一下啊，要问一下吗，哥姐们？好的好的，谢谢大家啊。好的好的，哥姐们，那小月，您怎么叫我去看一下小宝，就叫我回去呀、啊？那是啊，你去看一下小宝，你就回去啊。其实呢，我们一大家子过得也挺好的，挺幸福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哥姐们，你们听到了吗？哥姐姐们，我还要跟他去吗？哥姐们，我还要跟他去吗？我感觉我回去算了吧，我不跟他去了，他那个有可能成家了，哥姐们。对对。哎呦，真的，我是不是来晚了，哥姐们？是不是来晚了？啊？主播，你要去，要拿出你的诚意去啊！那他这样说了，主播您不要紧张，您大老远的过来了。哎呀，那你不问清楚，你就打算回去吗？哦，好的好的，哥姐们，谢谢你们啊。好的好的，那我问他一下，哥姐们啊。对，我再问他清楚，哥姐们。那小月，你说。我们就是，你看我们两个4年多没见了啊，那你刚刚说叫我去看一下小宝，就叫我回去，还说你们一家子过得挺好的，这4年多没见了，你又成家了吗，小月？哎呀，你说到哪里去了嘛？哪跟哪嘛？我还是一个人呐、啊，我哪里成家了？我带着女儿，我怎么成家嘛？啊，哥姐们，你们听到了吗？听到了没有？哥姐姐们，听到了没有啊？对，听到了吗？我是不是听错了，哥姐们？我没有听错吧，哥哥姐姐们？你们听到了，打个听见了啊？听见了吗？他说他，我还是一个人，我还没有成家，他是不是这样子啊，哥哥姐姐们？啊？对，你们都听到没有啊？啊？我一个人听的，是不是听错了呀？啊？都听见了是吧？是不是听见了呀？哦，那我没有听错啊，哥姐们啊、哦。对对，他还没有成家，哥姐们。那我是不是还有机会啊，哥姐们？是不是还有机会？是不是还有希望啊，哥姐姐们？没听错是吧？主播，你没听错。哦，我没听错是不是？哦，好的好的，哥姐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主播，你要拿出你的诚意。哦，好好好。那个小月啊，那你看4年多过去了，你也还没有成家，你刚刚说你还没有成家啊、哦、嗯，还是一个人是吧？嗯，那你刚刚怎么说
你们一大家子过得挺好的呀。那你想都不想一下，我阿爸、我阿妈妈，还有我，还有我弟，还有我们的女儿，那不就是一大家子啊，六个人吗？哦，哎呦，哥姐们，对他没说清楚，我还以为他成家了。哥姐们，是不是我太激动了？哥姐们啊，是吗？哥哥姐姐们，哎呦，那像小月，哎呦，你也没跟我说清楚，还有我。我真的我还以为你成家了呢。你都没有问我清楚，我怎么跟你说清楚嘛？毕竟我们这么多年没见了，你都没有问我清楚，是不是？哦，哎呦，哥姐问，是我没问清楚吗？哥姐们啊，真的是我没问清楚吗？哎呦，哥哥姐姐们真的，哎呦，不知道说什么了，哥姐们，对对，真的是我没问清楚是吧？哦，都说是我没问清楚啊，啊？发福袋啊，哦，好好，我再给大家发个福袋啊，对对，再给大家发个福袋，再给大家发个福袋吧，发了大家自己去参与福袋啊，自己去参与福袋，哥哥姐姐们，发个100的福袋，哥姐们，人人100的福袋，左上角这个福袋来了啊，自己去参与啊，对，怎么参与福袋，大家。先点这个开关，看到没有？先点这个开关啊，对，点这个加号，然后点击福袋啊，点击福袋发表评论就可以了。对对，已成功参与福袋，请勿离开直播间哦，各位姐姐们。好的好的，那就是小月，那你说就是。哎呦，刚刚是也是我没问清楚，我就是想，是我想多了。那你说就是那现在就现在小宝呢？小宝啊。啊。小宝在家里呀、啊。哦，在家里是吧？对。哦，那我们赶快回家吧。回去啊。啊。你现在要回去看小宝吗？啊。那怎么了？有什么不方便呢？嗯，可以方便。方便了。走吗？就家里有个朋友啊，哥姐们，好像也只有什么不方便的，哥哥姐姐们，家里，哎呦，他刚刚说的家里还有个朋友，哥姐们是不是不方便的，哥姐们，怎么回事啊，哥姐们，我该怎么办呢、啊？主播要带点东西，要带点礼物，哦，要买点东西去是吧？哦，知道知道了，我不是没有带东西，哥姐们。我也不是没有带东西，我带了一点东西了，哥姐们，也不是不是东西不东西的问题吧？他说家里有个朋友，是不是不太方便了，哥姐们？啊？啊，那我有的东西，我现在叫他去跟我拿一下，哥姐们了。那小月，你说话。那我们准备回家了，阿爸阿妈都在家哦。在家呀，都在家是吧？那好，那你跟我去一下。去哪里呀？去车上，我拿一件东西，我落了一件东西。你去车里呀？啊。我来这么远了，刚才不拿。刚才就是忘了嘛，哎呦。哦，这样，很重要吗？啊，有，说重要也有点重要啊。你去了你就知道。哦。好吗？啊。就在那里呀。啊，对呀。哦，那可以啊，还忘带东西。哎呀，那就哎呦，那个小月，嗯，那真的那就是之前我们在一起上班的时候那些点点滴滴的事，你还记不记得呀？什么点点滴滴的事情咯？你要说是什么事情咯？啊，那你就是你我怕你都不记得，你还说我记不记得？你这样子问我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呢、啊，是不是？哦，还怕我记不记得呀？就是说，比如就是我说的是那个，比如麻辣烫的事啊，是不是？那你就这样子说咯，你要以前我们最喜欢吃的麻辣烫，你还记得吗？应该这样子问。是吧，我才知道我们最喜欢吃的是麻辣烫嘛、啊、就是以前你挺喜欢吃那个麻辣烫嘛，天天带我去吃那个麻辣烫，辣辣的，本来我是不吃辣的，都把你现在真的都变得现在都变得都喜欢吃辣了。哎呦喂，那你现在也吃辣了啊？哎呦，你个浙江人你还吃辣的了？对呀、啊、那挺牛的哦。啊，现在我都变得吃辣了。那
那你是之后你是自己吃的，也不是我，也不是我把你带，也不是把我带，就是你把我带的吃辣的了。拿什么东西啊？就是这点东西。这些东西啊？啊。拿去哪里啊？这不是我来嘛，我就是，给爸爸妈妈带了一点心意嘛。谁的爸爸妈妈？你的呀。我的爸爸妈妈。对呀。那这是给那你来就来嘛，你还带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就带一点点，就算是我的心意，是不是？你、哦、这是给阿爸的啊？给阿爸的。嗯。那太谢谢你了哦。太哎呀，我们两个你还说这太客气了吧？是不是？这个是给阿妈的。哦吼。啊。还带这么贵重的给阿妈、啊？哎呀，这个不重，哪里重啊？这个不重的。不重，对呀、啊，我是说，哎呦，这些东西太贵重了。啊，不重不重。不重。啊，那还有这个也是给阿爸的。这个也给阿爸。对呀、啊。这个已经有一个了，那这个已经有一个了，那这个呢就留给叔叔吧，那这个我就不拿了，啊、因为呢，因为叔叔也是喜欢的嘛，我记得。那这个不要啊。啊，对，这个就留给叔叔，然后这个呢给我爸就行了，因为我爸拿一个就已经很开心了。那这个。哦，这给谁啊？这个就拿去当零食嘛，啊。当零食啊。嗯。哦，那好那。对对对。那可以了，那我们走吧。走吧。这么有心呢，还带这么多礼物哎、啊。哦，走吧，那就走吧。老师该叫了。那真的，哎呦，哥姐们，他现在笑了，哥姐们，大家看到没有？他是不是笑了呀？啊，他是不是笑了，哥姐们？主播，你小气啊？怎么说我小气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说我小有人说我小气了，哥姐们，怎么说我小气了呀？对，说清楚嘛，是不是？对，手上有空的给主播点点赞赞啊！福袋马上开了，哥姐们，对对对，福袋马上开了。啊，怎么小气？你们说清楚啊！哦，叫我都拿去是吧？是不是叫我都拿去啊？是不是叫我都拿去啊？是不是叫我全部拿？是不是？哦，好的好的，那我都拿上，哥姐们。哎呦，原来是叫我全部都拿。对对，那我都拿上了啊，都拿上了。我都拿了，哥姐们都拿了。对，那你们现在别我说我小气了，对不对？那你们现在别说我小气了，我带都带来了，都拿着吧，都拿给阿爸吧。都拿吗？啊。哎呦，你真的是这么客气啊！哎，都拿上过去啊。那叔叔呢？哎、算是我的一点心意，你不就别客气了啊！你都拿着啊。哦，那谢谢你喽。主播，你没有给小月发，你没给小月什么礼物吗？你应该给他发个红包啊，应该吗，哥姐们？对，觉得要吗？觉得要的怎么扣个一？要的扣个一，等一下、哦。对对，要是吧？哦，要的扣个一，要的扣个一啊。对，等一下我就，好，等一下我就给他。快到家了，我就给他哥姐们了。现在给还是到家了，给哥姐们，你们觉得对？怎么做好？现在给还是等一下到家了给呀、啊？现在吗？现在给呀、啊？到家给，到家再给是吧？马上给。你们说到家给还是马上给？到家给的扣个一，现在给的扣个二。我看你们哪个多，哪个对少数服从多数，哪个多我就扣一的多，对扣一的多我就是现在给，扣二的多我就到家给啊。
啊，好好好。其实我是这样想的，哥姐们，其实我是这样想的，我是准备到家了，就是怎呢？在他在我这个准丈母娘、这岳父岳母面前给他发一个，对我是这么想的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行不行，哥姐们？行的话打个行啊，马上给是吧？哦，好的好的，那我问一下他啊，我问一下他，对，那我问一下下他。哎，那个小月，好，那个啥呀？啥子吗？哎呀，其实我这次过来真的，啥子你就说噻。我说我这次过来，其实真的有好多话想跟你说。对，有好多问题想问你，就是有好多话想跟你说，但是现在呢，哎呀，想说又说不出来，小月。说不出来呀、啊？啊。说不出来不用说了呗。啊，说不出来不用说呀。卡吗，哥姐们？卡不卡呀？卡吗？卡了，打个卡啊！主播卡，不卡。快到我家了哦！我以前跟你说的时候，我家是那个大别墅，你还记得吗？我记得呀，怎么了？其实也快到我家了。我没想到你真的来到我家，我家也不是什么大别墅。等下你到了呢，你也不要嫌弃我家哦。哦，哎呦，你说啥呀？你这说的真的。你看以前我们在广东的时候，哎呀，你这样说真的，我不会嫌弃的，不会嫌弃的。那你不会嫌弃吗？啊，真的不会嫌弃了。不会不会不会。不像你们那个高楼大厦，我们就是一个小小的。不会不会不会，怎么？哎呀，真的怎么说我会嫌弃呢？我不会嫌弃的，是不是哥哥姐们？我怎么会嫌弃呢？是不是？好的好的，那我就，好好，那我现在。等一下到家了，我就给他，哥姐们，我就给他，啊，到家了我就给他。现在给吗，哥姐们？现在要给吗？对，现在要给吗？哎呦！那个小月，啊，到家了吗？到了呀，来呀！啊，到家了。对呀、啊。哎呦，哥姐们，啊，在家里，哎，怎么关门了呀？我也不知道，锁门了嘛。你先过来嘛。刚才我那个朋友就是在这里的呀。那个朋友坐在这里啊？对呀、啊。刚才我那个朋友就是坐这里的，然后、哦、可能他等久了吧，他可能出去了一下。阿妈呢？阿妈就是那阿妈的妈妈也喜欢她玩得很嘛，就是喜欢去玩嘛，买零食啊。阿妈可能追着女儿去买零食，或者去邻居家玩去了嘛。你先进来嘛。哦，好好，那我先进来，先进来。把东西先放下啊。啊、哦。哎呀，这个弄好一点。哦，你在这等我啊。啊？你这里等我啊！先别急。先别急。啊，你就坐一下嘛。哦，好。嗯，对，你坐一下，我有个。坐一下就是，哎呀。哎。哥姐们，我现在就给他啊。对对，我现在就给他，哥姐们，我现在就给他，我要想个什么。你直接说给他，他肯定是不收，哥姐们啊！对我直接这么说跟他说，他可能不收，哥姐们。对对，那我现在又，哦，我知道了，哥哥姐们了。嗯，我那个小月，嗯，你看我就是，你看我手机这个怎么打不开呀？手机呀、啊？
你能不能把你手机给我看一下？哦，那你看一下。我看一下你的能不能带看呀、啊？哎，你的能打开呀？能打开吗？嗯。我不知道你的。你不知道吧？我你不知道的，真的是我手机这个打不开。对对，那我。快点们，我现在就给他啊。对，我我知道啊，你们也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是不是？我就自己多大的鞋，自己多大的脚，穿多大的鞋啊，哥姐们。对对对，我就是让他看到我的诚意，一点诚意，哥姐们啊，是不是？咱们稍等一下，哥姐们，对。多少啊，哥姐们？我就给他10个 W 啊，16个啊，对，十全十美，66大顺啊，16个，哥姐们，行不行？哥姐们，行吗？行，大家说行啊。大家不要站着说话，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是不是？对，我就是看他，但我的神意也是，哪有？对你一下子，那我的活动那个也不行了，是不是？行是吧？对，大家都说行，那就行啊。对，好多都是行啊，那我就那样子啊。支付宝到账168888元。那你手机小月转到我这里来了啊？你怎么给我转那么多啊？哎呀，哪里多啊？不多，你看你这些年受的这么苦，这就是你一个人，真的，把带这么大，哎、真的。我知道你的意思，就是说你不会给我转这么多。你看，你放你那里，也可以啊。哎，不多不多，你看我今天来都忘了没给你准备什么礼物，是不是？我们也花不完这么多啊。哎，花不完，放你那里嘛，是不是？哎，你就收下啊！等一下，我就是刚刚给你直接说给你那么多，我就怕你，我就了解你，就是说你可能不会，可能不要，所以我就说这样子。那你收着收着啊。对对，你不用看了，你就收着，啊。那你花不完，你就放你那里啊。对，哥姐们。哦，那个小薇。那你去看一下，去邻居家看一下。我女儿。啊。快去快回啊、好，快一点啊，我马上去啊。哥去下面看一下啊。啊，哥姐们，他说多了，哥姐们，他说多了。对，你们觉得多吗？哥姐姐们，多吗？多不多啊？他还说多了，哥姐姐们，我这次就让他看到我的诚意，我来了肯定要带着诚意来，是不是？让他在我身上看到我还是有责任有担当，是不是？哥姐们，对，觉得我做的对不对？对的，咱们打个对啊。对，对的，咱们打个对，哥哥姐姐们。对的，咱们打个对啊。对的，咱打个对，哥哥姐姐们。对的，咱打个对，哥哥姐姐们。大家觉得对，大家能不能对对对，根据自己的就是多大的脚穿多大的鞋，是不是？对，觉得对的，咱们给主播就是做个免费的数据啊，好不好？对，做个免费的数据，就是帮主播点点赞赞。
对，帮主播点点赞赞啊，行不行，哥姐们？能不能点到5万赞呢，哥姐们？大家也别说大气小气的了啊，不要说大气小气的了，对对，主播呢也不是说大气小气，这个什么也没有什么那个，是不是？就是呢，让他看到我这个有诚意、有担当、有责任，是不是哥哥姐妹啊？哦，都想看主播是不是？好好，大家把赞赞点起来，好不好？对，1000多个家人们，赞赞点起来，好不好？对对，主播换个镜头啊，换个镜头给大家看一下，给大家打了个招呼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对，我就是大家面前的主播，各位姐妹，觉得主播都是还可以的，我就是让他看到我的诚意啊，也不，大家也不要说大气小气的了啊，对对，好的，就是感觉主播做的，感觉行的，对的，咱们打个对主播额头点点赞赞就行了啊，对对，好的，那我。啊，大家都看到了吗？看到了是不是？好，哎呦，他应该快过来了吧？哎呦，过来了，哥姐们。哎呦，我看了两家，女儿都不在下面。没在呀？对呀。哦，那你打电话，你问了没有？问阿妈了没有？我问阿妈了，阿妈说在那个大舅舅家嘛。在舅舅家了是吧？对呀，在那个舅舅家。他说一会儿就来。要不我们去舅舅家吧，现在就去吗？那现在去呀、啊、咱们那现在哦，等一下，那怎么说，都在舅舅家吗？阿爸阿妈都在舅舅家是吧？阿爸也刚从山上回来，那舅舅家就在那个路口那里嘛。哦，就是路口那里，阿爸刚从山上回来也经过那里，阿爸也在那里聊一下天，可能等一下在那里吃饭嘛。哦，那啊，要去舅舅家吃饭呢、啊。嗯。哎呦，要去舅舅家吃饭呢。是的吗？哎呦，那真的，那你一个人这些年真的一个人带着小宝，就是，那你这个经济来源是怎么来的呀？怎么维持生活的？怎么维持生活？对呀、啊。那我就是，就是带着女儿嘛，就是种些水果啊。种些辣椒啊，然后种地，就是平时嘛，勤快一点嘛，就去田山种啊，找点药材到街上，就是换点钱嘛，这样。哦，就是找点山货是吧？嗯，对呀、啊。哦，找点山货去街上，换钱是不是？对，就街上换点钱嘛，平时勤快点，都去山上找点山货。哦。嗯。那都是一些什么山货啊？什么山货 啊？就是一些，蘑菇啊，来。哦，蘑菇。啊、嗯，对。哦，那哦。看到什么山货拿？哦，是不是这个啊？啊，对，就是像这个蘑菇吗？哦，这是蘑菇哦。对，那个是蘑菇。哦，真的是。晒干了，这是干货。哦，这都是干了是吧？对，这几天一直天气不怎么好，就没有去。哦，这现在天气不好，就不怎么去是吧？嗯，对。哎呦，真的是、啊、好多山货，哥哥姐姐们看到没有？哎呦，哎，哪有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就是红糖了嘛。红糖啊。对呀、啊，我们这边也种那个甘蔗，甘蔗嘛。哦，你们自己种的甘蔗。嗯，然后做了红糖。自己做的吗？对呀、啊，我们自己做的嘛。哦，自己做的、啊。对。哎呦，这一块。看一下，哦，挺重的，有一斤嘛，哦，差不多一斤啊，一斤，有一斤呐、啊嗯，哦，你就这样用稻草，我以为是稻草呢，不是稻草，是叶子，哦，是那个红那个甘蔗叶子嘛，哦，